久没有在这个家拍 vlog， 这是我回香港之后做的第一杯咖啡。啊，回家了，回家了。回来已经多久了？是不是好像一个半礼拜之类的？但是我怎么觉得好像比一个半礼拜还要更久？我上个礼拜跟朋友去了那个香港迪士尼，然后我那时候就一直在想说，为什么大家有些人就是肩膀上面都会有一些你知道玩偶之类，我就想说他到底是怎么放上去的。后来我就在店里面找到一个叫什么来的，这个叫 shoulder plush， 然后它就是用磁铁的原理，然后把它吸在你的肩膀上。是个 mini Yoda， 各位。但老实说，我现在有点不太确定它到底是不是 mini Yoda， 因为它这个上面写 Grogu， 如果我讲错了，请各位见谅。但我就觉得它很可爱，就是了。总之就是很久没有 vlog， 然后我就有点手痒痒的，想要找回那个手感。我觉得拍影片真的是一件蛮有趣的事情。OK， 好，这个有点太 cringe 了。Anyway， 昨天真的是一个蛮要命的行程，就我早上去陪拍了一个广告，然后那个 call time 是七点，然后再回去工作，然后呢晚上在七点又一路拍到十一点。所以我昨天晚上的睡眠品质还不错，因为他太累了，所以就睡得非常好，非常的沉。我要迟到了。 Oh no。 And to think half of you I would've put it all on hold. Now I'm playing in the sand till it turned to gold. Might as hands but we all grow old. Can't have my soul let my heart turn stone. Guess I gotta say了。其实我本来想要染一个比较雾灰的颜色，但是我上次有做挑染，然后它现在褪的程度我可能没有办法做到我想要的那个颜色效果，所以我要把本来的暖色调先调冷一点，解决了一桩心事。你知道吗？其实我来香港之后还没有吃过真正的大排档，我就叫外卖的时候吃过而已。他就是，他喜欢吃这个哎，对，好好吃，辣炒海瓜子呀、啊，非常的好吃哎，这个就是这就炒。可乐，你今天带我来，还有带我的朋友来 ，William， 可以三开哦，哎我看，然后。真的是我第一次体验这种街边的香港很地道的特色的菜。不瞒你说，这个是我第一次吃。真的吗？吃完就很有那种到了野蛮之荒的感觉。备忘里和心脏承受着，放开我紧拳头就松了。激情是一阵子，痛楚是一阵子，放下就好了。哦、oh。你有你 Congrats Kyle、oh, 不 Congrats 恭喜海陆长廊，现在跟我之前来的时候好像有点没有这个不同，这边现在被规划，就是这边现在被规划是一个哇群众基本上We are there, baby. 네가없는현실너무나도비참해 There's no one 너같은너만고통받고있는게아니야나도아파 yeah, baby. 今日公事，来到 Charlie 拍照。今天去了。我们今天的背景是一个全白的背景，我要讲废话，对不起。然后获得旺旺仙贝一包，旺旺仙贝是台湾的吧？我从小吃到大哎、欸。
唔識跳，我想講唔係咁樣嘅咩？唔知點樣。咁樣跟住唔知點樣去咁樣嘅動作，我有不同的角度，不同的 posture， 然後每張照片至少有五至六張俾妹妹的感動。Okay。You sing the song, I'll do the dance. You take the lead, I'll take your hand. 哇，今天素颜。没有，我觉得你还是很漂亮。感谢你的。哇，你咩？你而家好熟悉香港嘅餐廳，我都諗緊去邊啊。好靚喎。係啊，今日勁啊！點解佢唔自自自嘅？佢唔俾面我。A body's twist and turn.Got my vision blurred, and now my mind's in a whirl. 咁呢個就係你個色盤啦。有冇話特別有啲乜嘢嘅方向或者範疇都會想知道，又或者叫做想問一下咁樣？結婚，結婚 ，OK。我前兩天呢，走路走一走呢，就拐到了脚，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就发现，哎，有点不太对了，就是我走路这样踩下去的时候，脚踝就会开始，你知道我那种就是，不太能够把重心放在我的左脚上面，所以然后超员跟我推荐了这个，我刚去药局的时候给他们看了一下我脚的状况，他说这个可能不太够，所以他推荐了另外一个。这个给我，我想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脚的现在的状况。这边是正常的，这边是肿起来的地方。No need to take. 啊！今天又想吃饭又想吃面，所以怎么办呢？我想到就是我之前看到韩国人好像都会把那个饭团跟泡面放在一起吃，然后我也想要试试看，就是吃完这个辛拉面之后会打颗蛋进去，变成有点像泡菜蒸蛋的感觉。健康着想，我还是有准备一点菜。一个公关品，说这个杯子是会变色的，试试看。哦，我的气泡还倒太多了吧？Just for one, and eating breakfast all alone. 这两天啊，我不是跟你们说我脚扭到吗？然后其实隔一天我就跑去看了中医，那个是昌元介绍给我的中医。然后我本来就我没有想太多，就你知道小时候受伤可能就去那种跌打损伤的师傅，他这样给你咔一声，然后就把你敲回来，然后敷个药这样子。No. 师傅看完之后就说：“来，我们现在开始针灸。”我说：“什么？”然后我才意识到，原来这个是一个针灸的中医诊所。
好像有点反应太慢了，对不对？然后我真的觉得我好落伍，边针灸让我边上网查，我才发现像这种扭伤的状况，其实原来针灸是很有效的。Yeah, I'm living this life with a different attitude. Don't flip, don't trip, keeping up the good mood. Cooking up some good food with my friends in the street. Yeah, people wanna chill, they can come and speak to me. Cause all you gotta do is just ask. Cause we can always get another glass. Got drip, got swag, got class. Just roll another one, then puff, puff, pass. Pop the trunk, hit the brakes, stop the gas. When I'm chilling, my friends just sell smiles and laughs. And I'm thinking that I'm drunk, hit the bathroom mirror just to get a clearer vision. I'm a man on a mission. There's a girl outside with a name like the sea. It's just how she is, yeah, it's just how she is.是 Q 二零二二年次货的忌讳，忌讳是什么日子呢？就是被喂食。今天每个人都获得了一罐黑松沙士，是那个阿汉的，我是算命阿姨。就是很有名的 A Whole New World。